都等了很久啊，因為其實起談添無啦啦，因為其實梗係啦，因為其實我哋由成立到而家都今年第四年啦，其實我哋一直都係各自由比賽嘅時候就有人自發性幫我哋組咗個 fans club 啦，都冇一個官方嘅，今次終於等到啦，咁希望可以再集結曬我哋12個人嘅 fans club 嘅 admin， 然後再希望嗰個件事可以做得更加大、更加好咯，同埋整。存在，繼續存在，係啊，十二個有十二個做，各自各有各自個做咯。咁我諗今次搞個官方 FC 就係想集合多啲我哋嘅嘢，然之後即係可能我哋啲最再新啲嘅動態，你可以喺嗰度見到咯，係啊。嗯。但佢會有個憂慮就係自己個 fan club 同埋團隊個 fan club 有少少嗰啲衝突啊嗰啲，點樣解決啊？哦，衝突嚟講，我覺得唔會有嘅，因為。大家都是想為 Mirror 好件事，所以同埋公司之前應該我冇記錯就約咗我哋十二個各自嘅 admin 都上過公司開過一次會，相信佢哋應該係有啲方向去解決呢件事，同埋令到件事做得更加好咯，更加順。同埋上咗嘅嘢都唔同啊嘛。嗯。有冇福利嚟講咧？福利嚟講，我諗公司應該仲研究緊嘅，係有好多再詳細嘅資料咧，遲啲就會同大家公布啦。係啊，邊個有收到很多？邊個收到好多DM 啊、message 啊、攞飛啊？你有冇啊 ，Jamie？ 我諗大家都有啦，因為一即係嗰日完咗之後咧，即刻收到全部都係有冇六張啊？有冇五張？全部都係五字頭起，咁多即係五字起跳嘅咯，即係完全係唔留手。兩張嗰啲已經冇㗎啦，冇兩張嘅，全部都係十張啊！哇，你都幾狼死喎！跟住咧有啲就係放心啦，我俾錢買㗎，十張有冇？我係俾錢嘅，但係依家唔係俾唔俾錢嘅問題，我哋都唔知有冇啊！嗯，緊張啊！因為今次我哋琴日新哥講到話呢隻舞比較難啦，咁我哋啱啱喺後台都係咁抹舞，都有少少緊張，好耐冇一齊跳新歌啦，然後就啱啱有一個令人懷念嘅緊張感啊，大家。同埋今次新公司成立啊嘛，咁喺呢一個地方跳我哋第一次，咁唔多唔少大家都會比平時再著緊多少少嘅，係啊，好唔好睇啊？啱啱。多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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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冇啲甩碌嘢啊？有冇啲甩碌嘢啊？自己。啊阿 J 咯。哎阿 J 係咩事啊？有咩甩碌嘢？有咩？臨上台，冚到啊！哦，係啊。咁大冇。頭先上台之前，跟住之後有條欄杆喎，太我冇望。你太高。即係全部都係咁樣過嘅。點行點過？啊！咁樣喎，撞埋咯，係啊。其實我諗唔係太高，太高你一定見到噶嘛。係咯。即係你係啱啱好啊。对佢係一個其實嗰陣時即係拍攝廣告啦，雖然只係廣告啦，但係你睇得出佢好注重嗰個細節啦，同埋佢好肯教後輩嘢啦。佢喺同導演嘅溝通，同我哋溝通都有好多，所以即係喺佢眼中可能只有廣即係其實真係廣告好細嘅啫嘛。但係唔係一個電影，唔係一套劇，但係你都見到佢會好執著每一個細節，好有熱誠。即使係佢即係已經係咁多年啦出道咗，咁但係都係你睇得出好有熱誠去每一樣嘢咯。所以我都好可惜，我都係啱啱後台臨出場先知道有一件事，所以係咯，好可惜呢件事真係。嗯。哇！係，俾面俾面俾面，大家期待一下啦。都對我自己嚟講都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嚟嘅，因為去得島嶼公司拍戲，仲要個有咁重嘅氣氛，我自己嗰陣時都好緊張嘅。咁但係我覺得喺呢個過程都學到好多嘢嘅，對我自己嘅演戲都真係有幾大幫助嘅，所以希望大家喜歡啦、啊、到時。叻仔啊，文仔。頭先其實我之前睇咗個 first cut 㗎啦，咁感覺係點啊？我唔知咧，通常睇翻自己都係睇翻啲缺點㗎啦。但係周邊嘅朋友都話：，做得唔錯啊，唔錯啊咁樣。佢哋都話：，同你平時好唔同啊咁樣。所以就係多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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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係。有啊，都多嘅對手戲㗎。
同埋喺戲入邊都見識到家棟係一個好非常非常非常專業嘅一個大前輩，係啊，佢所有嘢都佢好認真去對待每一件事咯，同埋佢都係任勞任怨，就算嗰個場口幾辛苦，佢都唔會 at 半句咁樣咯。籃球先啦，季前賽嘅 Tisa 有冇睇？籃球冇睇過，我哋啱啱喺後台睇唔到添。我都睇咗少少，籃球冇睇過啊，係啊，第一次睇都好期待個播出。梗係啦。哦，係啊，因為導演係講明唔可以造假嘅，所以通常即係 Eden 嗰啲咧，你明啊？哇！即係要等。超勁！我成日都話佢射入嗰個，所以我諗住拍兩日咯。所以我都 over 咗咁多就係咁解。你講啲事實出嚟先，你講啲事實出嚟先。係啦，佢有一次咧就係、是、半場射去，本身就 expect 要射好耐嘅，跟住佢唔小心咧，唔係 OK， 佢就兩 shot， 我一踢一踢就入咗啦，咁樣啊，得得咧咧咧，真係勁，係俾佢，哎呀勁啊勁啊，得得咧咧咧，咁好啦，游水嗰個咧，又係你游水，喂你講下啦，你講下，游水幾叻啊？你講下啦。你有冇睇過 Tisa Swim？ 好睇，好睇。佢成日 share 自己嗰啲除衫嗰啲，係啊係啊係啊，好興奮咁樣分享。係啊，話我大唔大隻啊？成日俾人睇。幾時啊？哇！係佢最靚仔、最大隻嘅時刻。佢之前巡禮就第一次睇條片啦，咁佢第一個鏡頭係佢嘅，咁就嗰陣時我未出嚟噶，咁而家開始得平翻啦，咁就見到我出嚟嘅時候，佢開始甩水啦，佢開始驚啦，因為有鏡頭咧，我哋一齊除衫嘅，佢就開始有啲驚啦，冇咁欺豔啊，而家開始佢講大隻要問德仔，係喎德仔嚟，係其實今次拍呢一個 Ice Swim 咧。我都覺得自己都是大隻的係啦。咁但係我自己其實睇翻個 Tisa 嘅時候，就會覺得哇，其實佢哋即係可能其實 Eden 咧，佢係因為呢個劇先去專精呢個游水，嘗試去學習呢個游水。咁我覺得哇，雖然我本身識，但係佢哋可能有一啲係啱啱先學嘅，但係其實喺透過鏡頭都真係做到演員應該要做嘅嘢咯，就係呃到，唔係呃到，演到。加速 bro。明白曬 ，Thank you。那個大記就是剛剛宣布我們的那個官方的 FC 終於成立了，哇，就是等了好久啊，好久啊，今年都第四年了，現在就有那個官方的 FC 啊，我們都好緊張啊 ，fans 們都好緊張啊，因為這個 FC 呢會管理我们十二个人的每一个人的 admin 啊，然後再做一些大事情啊，那就。不得了了，不得了了！除了新公司，除了我们的官方的 fans cup 以外呢，它还有其他的制作，有很多可能呢、啊。我想可能有不同的优惠啊，优惠啊，有不是制作，制作，可能有很多的综艺啊，电影啊，还有综艺剧集啊。剧集系咪剧集啊？ Drama 啊，剧集啊 ，drama 啊，还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制作，有大的，有小的，有香港的，有国际的，所以你们要期待期待、啊。对呀、啊、对呀、啊。你会想参加多啲剧集？会，你会。哎，那当然啦。当然。OK 当然啦。咁就拍翻个 FC 啦，咁样。应该不会有冲突啦，因为他们都很和平啊。然后就是之前公司就把他们叫上去八楼，然后就开了一个会议，然后就他们也说的还蛮顺畅的，所以就他们慢慢聊吧，应该所有事情都会没问题的。另外，最近个个都被人哋追飞追到手咁啊。对呀、啊，昨天我们那个press con 完了之后了，其实不是完了之后啊，是在之前已经有多多少少也有不同的朋友问我们有没有这个票 啊。但是昨天呢出了之后就哔哩吧啦涌过来啊，对，哔哩吧啦涌过来啊，他们都有些比较熟的，熟悉的，比较熟的，有些呢都真的不熟的，有些呢就用那个情感攻击你 啊，情感攻击哪些就不该不该 啊，不该，他说不该，然后就不该，有些人就说直接就问。
这次我是给钱的，不用你送了，但是我可以要十张嘛，咁样啊，咁就那就我真的没办法，就是两张都很难拿了，还要十张，我真的是。你呢？你呢？我没有啊，我没有啊。害羞啊 ，BP。OK OK。没有啊，我们一定有啊。但是我们都要知道我们的票有多少才可以跟你们在、啊、才可以知道有没有有多少可以给你们的，可能我们自己也没有啊。有冇计过自己各人孭紧几多飞仔？都数不了了，对啊、我们都数不了了，因为其实太多了，太多太多人问我们了。Yeah, 谢谢啦！请订阅我哋嘅 YouTube 频道，记得揿埋个钟仔啊！